我相信这首歌将会改变全世界吉他社的历史。这个世界上，只要你想要学习弹吉他的话，你一定在第一首歌就得唱五月天的歌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让我们衷心的、诚意的介绍这首歌曲 T-121-3121。学长说过想把马子就会弹吉他，又帅又酷又有才华，就是弹吉他。四大和弦依靠指法俗称弹吉他，吉他不难，学长他说这样弹吉他。听一二一三一二一，听一二一三一二一。从小开始就一直想学会弹吉他，很多年后回忆和我一起弹吉他，悲伤快乐任何时刻都想弹吉他。废话少说，现在马上开始弹吉他。听一二一三一二一，听一二一三一二一，听一二一三一二一，听一二一。